欢迎收看龙江路最好的秀，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阿达，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蔡哥。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哥。蔡哥你好，你好，你是个渣男吗？我不是。可是最近呢，因为大家常看 YT 的时候，都会发现你的嗜好就是在当一个什么？耳男这个字有点重，但是你一直在跟女生合作，是这样的吗？想请问一下蔡哥，请问羽球队是怎么成立的？哦，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一起吃饭，然后为了要传那天的照片，我们就加一个群组，然后我就取名叫羽球队。啊，还有打一点羽球。央央是不是有要加入？他不适合，你怕动真感情。那如果有认识新的妹子的话，还会组成别的队伍吗？你会想要一个运动就有一个队伍？其实是不用了。我的目标是组成一支足球队，人数是16位女生配上我，17人。啊，足球不是11人吗？还有6个裁判。许多观众呢都在问蔡哥会不会想要跟羽球队的成员在一起，因为你们感情的确是非常的好。那我想说，你的回答都是不会。主要的原因是，你觉得如果跟其中一位成员在一起的话，会伤害跟其他两位的情谊。对，基本上是这样。我就一句，卡呸！基本上也都太像家人了，就是那种妹妹的那种，真的离我太远，所以不会有动身感情的机会。他就算脱光衣服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也不会有感觉的这个。对，基本上是这样，真的不会。所以杨洋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吗？啊？也没有，因为我跟央算没有什么現在。我懂这种感觉啦，其实过去就过去了，现在我们也是各自安好。你的我也略知一二。你现在还记得你当初拍影片的初衷吗？我记得啊。你看一下这张图。OK。当初，你的频道是仿佛现在的你应该会是洋葱。对，但现在变成约会型的频道，对，仿佛变成了小哥哥爱理，但是女生对你爱理不理，这是怎么样？没有，因为我的拍片的初衷就是说我想要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点不一样，然后开心快乐。如果之后你真的有女朋友的话，对，你还能够这样拍片吗？就是回去讲笑话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拍脸，露脸，主要因为我还是靠这张脸在吃饭，还可以吧。你知道当初我们说要访谈你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到底要收集什么样的素材，是结果我们发现在某一个状态当中你的素材非常的丰富。真的吗？请看。我是佳娜，来自乌克兰，我是蔡哥新的女朋友。不是佳娜，我是蔡哥。我是佳娜。好，我们这好。我觉得蔡哥是帅。你今天没有抓头发啊？可是你没有抓头发还是一样帅呢。是没错啊，你讲的其实没错。你很你看他真的很贱，打情骂俏。没有，还是有些笑话，笑话的点击就比较差一点。不过这样讲一下，你的理想型到底是什么？就是一般大家都会喜欢那种漂亮女生我喜欢白白的，然后眼睛大大。你刚白白的是？不是，说整个人都是白白的，然后眼睛大大的，活泼可爱的。雪宝。看照片，你有大量的跟不同的女生相处。我这种都没有遇到你喜欢的对象吗？没有，这真的都是拍片效果。你听不到吗？听不到，连手都没摸过。很危险。对啊。因为你都会跟他们睡在一起，不是吗？没有跟他们睡在一起。就是可能缴税的时候会一起讨论说怎么缴税，睡在一起可能会睡在一起。对，但是不会睡在一起。信手拈来的一个谐音笑话。对，很厉害。对，大家都知道你才华其实是非常的洋溢，因为除了笑话跟哄女生开心以外，没有没有哄女生。七月半的吉他手是，但你最近应该是转职吧？是，你应该有听到吧？应该是咸猪手吧？你一直也跟我说你想要做主持人，对不对？哦，对，因为我在我们公司目前就是主要担任主持人比较多。是，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在业界可能有类似校园尾牙、商业记者会这种找你，你也会愿意？哦，那种我比较没有时间了。
因为我主要拍我们公司。好，谢谢哦，没有时间的蔡哥想要拍我们公司就来不及了。山上优雅的访问跟公司的主持工作，是是是，你会怎么选择？山上优雅。但我说实在，蔡哥如果是别的话，他都会选公司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呢都说蔡哥呢是妹头王这件事情，是是是，你有没有要解释？啊，因为我就在比较大的公司，所以大家陆陆续续合作。feature 你的方式比较多，对，合作合作就会认识了。你现在是我生命中的国光帮帮忙。那看你心目中有别的妹头王吗？就健保啊。但健保跟你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对，因为你是真的是杂。好的，那你在直播上呢说你欣赏能量很强的人，对，所以加纳在语言的隔阂的状态下，这种会让人家非常的着迷，对不对？那为什么一样能量非常强的话，没有找梦多呢？也是哦，有合吗？跟公司蛮合的，跟你呢？也蛮合的啊，在表演上我觉得蛮密切的，动作不要太多，动作不要太多，会让你有奇怪的联想，就是在表演上是做蛮赞的这样，对。蔡哥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封面曾经写过：“人生就像鼻屎，对，挖了才知道多大。”你跟女来宾合作的时候也会偷挖吗？我会帮他们挖。然后你自己很喜欢谐音梗的笑话，对，那你从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精选的谐音梗？就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这感觉有年代。哦，好了。前几天我去吃牛肉面的时候，然后老板就认出我来了。是，我买点四样小菜而已啊。老板就认出，说硬要帮我多送一样。哦，直接送我五样小菜。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推推推就拖拖，我就跟老板说：“老板，别来五样吧。”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你知道语言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让人家会心一笑，感觉非常好。但是如果呢，不同地区的人可能就会有语言的隔阂。是。那你为了加纳还学了俄文，那我自己呢也是想说呢，学了一点。是。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学到的这个。Anna Miley。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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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ey。什么意思？变态。这个不知道发音标不标准啊，还是你可以给我加纳的演戏方式。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好的，访问到现在其实非常的开心，而且今天呢，我也是特别穿着了啊，感谢感谢蔡哥的服饰。但我一直心里面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是最严肃的一题了，是就是他妈的为什么还不约我去车满就出发？哦，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